听起来这个6:40哈，冻了刺呵刺呵了。人家卖包子了，卖早点了，都刚来。卖早餐了，还没做好了，啥修理把我喊起来，叫我来在这个卖鸡蛋灌饼，找了半天，他转了8圈了都没找着。接着找，去蒲克隆那边看看，你看有不？你别看这个上午热，这听起来是冻了抽抽了，其实它真冷哎，寒风刺骨，听起来这风，大街上一个人吓得都没有。他说这儿有卖鸡蛋灌饼了，哪条有啊这？光条坑人，这儿也没卖鸡蛋灌饼了，鸡蛋灌饼了也没有啊。有，这个包子。呀，天天吃包子吃够了。哎呀，媳妇叫出来买这个鸡蛋灌饼了。那媳妇现在买都是穿了吃喝吃喝了，冻了也没找着。哎呀，没有啊，你说娶包子吧？你说娶个媳妇干啥？你说啊，大清起来6:30都喊醒了，把我弄出来，有孩子了。哎呀，没法换了。啊。人家卖包子来得笑话，把这个大包一弄，这个蒸饺过来，啊，带走呀，完了，孩子上学去，啊，快点吃吧你，鸡蛋灌饼没买着啊，给他弄了小蒸饺，中吗？哎呀。喊了8圈，他冻了，脸都红了。啊，王小丽，你说卖那个鸡蛋灌饼的真懒啊？啊，没有，穿这8圈的都没找着。哎呀，冻我出出了，我早知道我早买一笼蒸饺回来了。哎呀，都转了一边，你别不应该了。不中，你那个吃的跟那卖灌饼去吧，啊！你先走。哎呀，你比那个卖灌饼的勤快，你起早点跟那5点都跟他卖去。你作业也能忘了吧你？我以为是两天作业，结果是3天。至少。哼，那2跟那3你都看不清楚啊！然后干啥事都仔细用心。不是，俺老师做昨天说了，要不行2篇吧，我都记得2篇，然后最后俺写3篇吧，写3篇吧。哦，他这样说了。嗯。哦，那你可以小写一篇，你说忘了写了，明儿给他写吧。不中，那老师忘了说了，你也可以忘了写了。那老师肯定会说啥呀？那怎么不把你忘掉呢？你我来之后，那听你这收拾，那老师是个女的，是那不是男老师是吧？嗯，他就一个男的，一天到家里上写的字数都不够。不是吧，行，来，买回来一个月不吃，买回来多少还剩多少。亲亲，妈妈呢？发光上亲亲你，快点过来。反正总比现在强。妈，让人吃饱了行了吗？做好了不？好了。发车了？快点吧。啊，就让这个车子先过去。水杯子，
也玩玩。今天我挤一口人来。你这都送哪去吧？哼，那不是好走着去啊、哦。得到，爸送你了就请你。请你要请你。好、啊、得到请你。请你要请你。啊、给爸说拜拜的得到。你吃饱了不？有。我吃饭没干呢。俩孩子送去上学了，好领他搁这吃顿饭吧。没了。呀，你这护着把我的筷子弄哪去了？啊？给。服了你了，我真是。管护着都这都管，吃吧，给你拿包子。你吃吧，吃完了你把碗收拾了，我得睡会儿去。没休息好啊，朋友们，天天起得早，再接着睡一觉。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啊，感谢你们的观看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